好，那其实我刚才有偷瞄到，就是有些人在留言区里面讲说，这次的流动性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其实我们这边也做一个比较细的拆解，给大家听听看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其实啊，在1月的时候啊，肺炎爆发的时候，其实居居应该也很印象深刻，因为居居也有在做股票。对，那时候就是春节一完，持股直接就是一个跳空本跳来蚤。春节前感觉好像还不错，对。然后结果过完年就突然往下跳了，对，尴就往尬。下跳水。那其实我们这边就列出两个在肺炎影响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啊，大家都把它拿去跟 SARS 去做比较，对，认为说影响只会有个三四月，3到4个月啦，然后呢，集中只在集亚中在亚洲，然后供给端的部分。对，所以那时候虽然有股市一些回落，然后 VIX 也有上扬，但是它都还在一个可预以期内，接受，对，就还在预期内，就你可能觉得啊，有肺炎发生，这样是合理可能一下子就会回来的。对。但是我们后来啊，就是在二月中旬的时候，原本其实中国原本说2月10号就要复工，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陆续收到蛮多产业的消息，从日本的汽车啊，然后呢，可能美国的手机啊，它开始陆陆续续就延后2周、延后3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说，这个疫情它是不是供给端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然后最后就是在日韩那时候疫情爆发，韩国的新天地教会。对，二月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海外的一些疫情的爆发。那最后啊，在2月底的时候，就是欧美正式的爆发疫情，尤其意大利，甚至中东、伊朗那些，蔓延的还蛮突然。对，而且蔓延的速度很快。所以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创办人 Rachel 他也立刻就画出了就是三大落底讯号的那张情境图，就是要提醒说，供给端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需求端。那这个需求端到现在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就是止稳的状况，现在是还对对就美国的疫情也还在爆发，对，所以从这是我们就是最前面的一个背景环境。那接下来啊，都是到3月初，就是流动性这个部分，就是出现了一个股债金全跌，只剩下 VIX 或是欧洲美元这种商品在上涨的阶段。那这边的话，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认为这流动性的传导怎么发生的，就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3月5号的时候 ，OPEC 跟俄罗斯去做了一个，你说原油？对，他们去做了一个减产的协议嘛，但是最后就是谈判破局。那个沙特就在礼拜6的时间直接宣布他进口亚洲的原油全面降价。那礼拜1直接掉30%，对 ，WTI 金原油直接重挫30%。那这个30%是已经直接跌破说30美元一桶的水准，所以其实你可以想想看，现在三个最大的产油，美国、沙特、俄罗斯，大概只有沙特跟俄罗斯撑得住这个油价，因为其他美国页岩油好像它的光成本也就要30。美国页岩油的话，它变成说它大厂可能，大厂也不行啊，因为他们就算大厂也是30到40之间，那小厂可能都是40到50以上，就直接都低于成本。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市场就开始很担忧会有很大量的企业债会违约，因为这些油厂他们每一个投资都是100亿美元等级，他盖一个油厂就是这么贵，那他一定要用融资的手段去进行。对，所以那时候市场就非常担忧，这个会不会违约，那他的股价也一定会先跌，所以这个部分就延续刚刚那个就是肺炎的影响，他继续让风险性的资产继续的下修。但在这个时候都还好哦，就是你还可以看到说，股票在跌，就右边这张图，你看红色费的降息，那时候就是股票，就蓝色这条线，股票在跌，然后呢，债券也价格在涨，对，价格在涨，殖利率在跌，然后呢，价格在涨，所以这时候都还是一个正常的股债关系。那时候只有 VIX 可能还在上，它就是在恐慌，就波动比较大。对，那这个东西啊，一直引发到就是说，一些可能说一般投资人他有做期货交易，或是一些机构他有做一些就是杠杆的交易，对，那一直触发了他们这些 margin call 的需求，或是一些基金的赎回的要求，一些规范。那到我这边黑线画出来的部分后，你会看到股继续下跌，但是债也跟着跌，对，甚至那时候我没有画上来的黄金也在跟着跌。那其实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为什么要把这些流动性很高的像黄金啊、美债都卖掉，就是因为它可能要去补一些融资的需求。那最后啊，这个的危机就爆发在债券的市场上，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债券市场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是之后我们会在部落格跟快报里面去详细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些拥有
在世的，我刚才讲都是一些法人机构。那连这些法人机构他都碰到流动性问题的时候，他去抛债，或是他在债券的造势上，他的 BDS 挂得很开，让 VIX 这种波动的东西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就表示流动性有了问题，所以就进入了我们所谓就是股债齐跌，就是有点像是美元循环第三阶段的衰退的时候。2008年那个时候是这样。对对对，其实任何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你都会发现美元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上涨，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来自于这种融资的，就是是大家对美元的需求突然就很高。对对对，就很高，因为你所有商品都是美元计价嘛，那你卖掉就要换成美元嘛，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 Q1 关键流动性问题的部分。那联准会当然也是完全就是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接下来就是做一连串的宽松的措施。其实大家最近觉得很 confused， 就是接下来有人就是向大家一一解说一下联准会到底在干嘛。对啊，他3到5天就出一个政策嘛，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把政策看完，他就又出新政策。那我们还要3到5天就写报告。哦，对对对，真的是蛮痛苦的一段时间。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等一下就是把他的所有的政策讲解完之后，我们也会教大家用4张图表，就是观察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会不会缓解，好不好？那首先啊，我们就刚刚讲来到我们刚才讲的二月初的部分。二月初的时候啊，其实肺炎疫情的初期，其实联准会都还在观望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间轴，在2月14日的时候，他甚至哦，就是还去调降他的回购量。就觉得说，哎，我回购量不用溢出这么多的东西，现在感觉蛮不错的，已经可以收回来一点这样。对对对，就在二月的时候，他还这样子以为，很乐观。对对，但是到了2月底，连欧美的疫情都爆发的时候，联准会突然意识到不对，他在3月3日就是紧急的降息了2码。对，对，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他是突然降息，他也不是 FOMC 会议的时候，就降息了隔天日，瑞安你还要马上出一个紧急的快报。而且本来日期在当周四凌晨开的 FOMC 会议也就因此而暂停了。对对对，他其实像那一天呢、啊，他是在晚上11点，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10点才刚下班，刚回到家11点就紧急降息了。对对，其实就是联准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流动性要出现问题，就是他等于说他看到了我们那时候可能你在市场上还没有看到的一些。就是危机，所以他就先行做了这件事情。那他也在3月9日啊，3月10日，就是陆陆续续的调升他这些回购市场的就是量。那其实这边的时候，我可以很诚实跟大家讲，就是我在研究美国这边的时候啊，其实 Rachel 他很早就看到说，哎，欧美疫情就在那个已经蔓延到了需求端会出现问题，所以他可能2月底的时候就觉得，哎，这边不一定会落地哦，可能会在下跌哦。对，但是我是一直到就是这边，哎，联准会紧急降息了，原油价格站又开打，那我知道说这些资产它要抛售，流动性要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觉得哦，真的不对了。对，那这边的话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时候的就是在三月初看到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流动性有问题，可能美元指数要上去，就比大家想的还要更严重。对对，比大家想的还要更严重的时候。好，那接下来就是到流动性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是3月12日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天，就是联准会员们早上8:45的时候，就他们那边的时间8:45的时候，还正正常常的使用他的回购量，就是他的原本没有调升的回购量，然后就有发现哦，他的两个回购，就是14天起的回购，完全超过，就是他完全超过他要他公开就是说我这次只能做多少量，然后呢市场整个就完全超过他。所以他被迫在下午的时间，就是在紧急进行了，就是各5000亿，就是1个月跟3个月期限的回购，因为表示说市场现在跟他要的钱，竟然是他超过他原本要提供的了。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在纽约联储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他就在当天就是直接释放了1兆的1个月期限跟3个月期限，就是分别5000亿嘛，总共1兆的这个回购，那甚至也把他原本在每月购债600亿，他原本都只集中在1年期的 T bill， 就是短债的部分。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怎么讲，也有分析过这到底是不是 QE。那其实基本上买短债是虽然比较不像 QE， 但是也是会短期货表。对，那就是这个部分，他直接就释放说，我可以去买就是短中长期的购债，也就等于说正式的透露了接下来要做 QE 的循环。因为我记得课程里面好像也有说到，就是QE 的时候啊，购买比较长期的债券其实是更能刺激经济的。对，就是它可以提供就是市场比较长期的资金嘛，那它长期的资金就可以做更多的用途。所以就是现在它把 QE 从长债变，从短债变成长
在，这也就代表它可能更需要更多的。对对，它可能就是，比方说市场这个流动性是你只提供隔夜的回购是不足够的，你可能要提供它一个月期、三个月期，甚至超过一年期以上的资金。对，所以就比方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很确定，就这边一定发生流动性危机。然后三月十二号那个隔夜回购早上不够的那个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了三月十六号，那在这段期间，其实相信大家最近一定有看行情，因为行情太大了。那股市这样子继续跌的方式下，然后呢，美国的疫情又开始爆炸，对，就是纽约啊、华盛顿啊、加州啊，这些全都变成重灾区。对，所以其实联准会这边在做了一个紧急的降息势嘛，来到了零利率的水准，直接是零利率，对对，然后呢，直接开启了7000亿的 QE。其实这个部分啊，我们那时候也有发了一个快报，就是讲说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去支持就是疫情这些需要财政政策支持的部分，嗯，对。但是因为财政政策它需要一个国会的讨论啊，那些的，就是需要一个时程才能推出啦。像可能像目前可能参议院都还在讨论，因为前几天他们并没有投票通过，对。所以说这边他就是等于说他先行就做了流动性，就是，我希望你不要违约，然后呢又有钱可以做财政，就等于说事先去做。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从三月初到现在一直觉得说，还没有落底的原因也是在这，因为这些货币政策并不能够真正的支持实体经济，它基本上就是还是要等财政的出来。救急。对对，算是救急啊，就是说，你已经受到疫情影响，店要关了，赶快去借个钱，让我店能够继续经营下去，这种感觉。那另外的话，下面也做一些窗口贴现啊、存款准备金啊，还有六大央行外汇掉期的利率部分，就我们到后也会在后面的表格做解释。然后这些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有不懂的话，就是要记得赶快回去费德的章节，就是复习一下，因为这些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对，然后现在正在发生，我们在课程里面有讲过，像窗口贴现率跟存款准备金要求。对。好，那最后的时候就是，联准会在前面发现，他已经降息降了总共6码，三月初以来总共降6码，这样子都还没办法缓解市场流动性问题，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出一些就是针对性的，就是说，你看像三月十七号，他推出一个商业票据融资的措施 CPFF， 针对企业，对，针对企业。那我这边要强调就是他这个 CPF， 他在2008年其实有用过。那它比较集中在就是说是一年期以内的，因为商业票据就是一年期以内的，它就等于说它是做一个短期的融资，就是一开始有点像是为了疫情，就是你现在就是发不出薪水，然后或是你要付房租什么，那等于是短暂的去购买这些企业短期周转，对对对，专门做短期周转，然后它有限制，就是说你可能是要一个 A1 级或是 P1 或 F1 级的。那这个 A1 P1 是，因为它会发现它针对了短期的借债，然后针对了一级交易商这种短端的，还是没办法止住它的流动性，所以他就只好在3月18号又再继续增加了。那他这次增加的标的是什么？就是 MMLF 这个部分。MMLF 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货币市场基金的部分。那这个货币市场基金其实在美国大概有4兆左右的规模。那这个市场其实我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大家就买股票啊，买一些风险性资产，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的风险属性都这么高嘛，大家有时候会可能会去买一些就是，可能像 IBM 或苹果或可口可乐一些这种大公司的一年以内的，很安全的，对对对对，不会倒的大公司，对，不会倒的大公司债券吗？对，它的一年期内的债券，对，所以像这种啊，或是像他说政府的一年期内债券，就是主要货币市场基金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像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就可能大家平常不会关注这个消息，因为在这次资产同跌的情况之下，也很多的资金从这边撤出来。那你要想啊，这些是一些大机构、大公司，他在这边筹钱的一个市场。那这个钱被撤出来之后，其实也等于是有就是流动性的压力。所以就是现在是连像是可口可乐啊、苹果这种大公司，现在都感到不舒服，感到有压力。对对，但是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就是他们连你像想连这种公司，他都会借钱都会有困难，都已经受到影响。对对，都已经受到影响，那就是情况非常严重。嗯，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三月十九号跟三月二十号，那这边的话，其实三月十九号我就特别讲一下，因为我们 N 平方的核心一直是美元循环。那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2008年跟现在发生的都是美元流动性的紧张，就在危机的这个阶段都会有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就大家突然很需要美元，对对对，因为你都要变现嘛，你都要变成
就是手拿现金，手拿现金你觉得比较安全，因为你看嘛，股债都一起跌，你没有资产，就你觉得没有资产可以放，对，所以这边时候联准会就跟九大央行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美元的流动性互换，就是说他借美元给其他的央行，那原本啊，他只有跟六家，那通常在金融危机时期，他就会扩大，就是扩大去支持一些其他国家，像08年的时候，甚至还要跟巴西啊这种国家去，就是做这种流动性互换，就是重点就是要让美元的流动性缓解下来，对。那另外的话，接下来的话就到3月20号，就是 MLF 啊扩大到市政债。那这个市政债的话，其实就比较特别了啦，就是因为这次有肺炎的关系，对，所以像可能纽约州，它不是刚被川普列为重灾区，然后需要联邦的那个支持420亿的救灾金啊，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是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让民众市政债也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嗯，所以联准会就特别就是把这次的一些融通的措施都扩大到市政债的部分，那这是跟08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它是从前面 QE 的时候只是政府公债，然后到再来是短天期的企业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是现在甚至连市政好像都出了问题。对，哇哦。那其实这边还没有完哦，还没完。对，这个精彩才来，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大家应该今天期待最久的。就是昨天联准会宣布一个无限量的购债 QE， 那这个无限量是当然是就是媒体的耸动的标题，那我们也这样放。它其实是讲说，就是在声明稿里面是讲说，它会一直买这个金额，买到足以支持市场顺利运作。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样是不是有点类似那课程然后讲到，它就是没有前瞻指引，对不对？就是没有特定说，哎，我做到什么程度，对，就是说做到好。所以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句句讲的部分，因为这个我们在三大银行课程里面很重要、哦、我有提过，就是说前瞻指引的部分，它如果在利率已经降到零，那它没有什么就是能够额外刺激的政策的时候，它就会利用前瞻指引，像是08年的时候会讲说一段时间的长期低利率，那这个 QE 的购债也有点类似这种行为，就是说我会一段时间买到你好，但不讲到什么，他不讲到什么时候。那这边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我稍微泄露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根据我们的经验法则啊，它其实啊代表的是说可以让你的市场的预期去做收敛，它有这个功能，因为等于说我就是承诺你这段时间我都会买，我相信联准会会让就是市场经济好起来，对对，然后联准会这么强大的一个央行一定会把它就是做到市场顺利为止，对，就是变成说它可以去收敛市场预期。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的图一直上升的东西是什么？是 VIX， 是 VIX， 还有美元，对，美元啊，美元也是美，就它其实算同个意思，因为你就是恐慌、流动性紧张才有这个东西，所以它现在等于说它想要收敛你这个预期，让你的波动不要这么大。那你波动没那么大的时候，你的流动性才有得到缓解的机会。因为流动性的问题，说简单一点，就是信心的问题嘛，信心不足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推了一个包含前瞻指引的无限量购债的计划。对，那另外的话，它还推了另外三大融资的措施。那这三大融资的措施其实就延续前面，就是它不断的去增加它的种类，然后呢去降它的评级，然后还有它的期限。就是这边的话，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边的主要市场公司信用融通 PMCCF， 那这个它就是说在它的初级的市场去购买四年以内的，四年，对对，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商业票据是一年内，一年，对对，现在就直接跳到四年了，它连四年以内的都买。那我们刚刚讲就是去买长期的资金是能够比较能够灵活运用的，对，那对于自己也是比较有帮助的，有效果，对对，有效果的，就是应该说你就不会这笔钱要还然后又要再借，就是不会有这种流动性的这种紧张的问题，可以四年后，对对对对，可以四年后再说，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也在这部分也偷偷做一些调降的部分，就是刚刚前面讲都是 A1， 然后到这边已经可以就是购买一些 Triple B 的等级，就连不是那么，对对，不是全，不是 Triple A 的也可以买了，对，就是它慢慢的扩大这个评级的部分，好大方，对对对，哎，很大方啊，但是就是表示市场也真的有需要了，它就等于说针对这些流动性的点一个一个去打，那这些一个一个的点，等一下我们都有图表可以观察，那我们等一下就留在后面讲。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刺激市场公司信用融通的部分，那它等于说它在初级市场，它也可以去买一些就是五年期以内的企业的债券，在初级市场。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连 ETF 都可以买，只是说它的 ETF 它的规则有限制在说就是
只能买这个投资级债券 ETF 的 20% 的总规模，它不能再超过。央行可以买 ETF， 这是不是已经有点类似像日本央行那种 BOJ， 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对，就我不能说对哦，这个有它其实目前大概只走到可能大概五分之一的程度，就它随着它的慢慢的扩这些评级啊，扩就是往下去买，或是往更多的不同种类的去买，更长期性的去买，它会越来越接近就是日本央行的行为，像日本已经买到股票 ETF 这种等级，但是美国绝对还没有，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联准会接下来就没有招，它一定还有招，因为它只要把这个购债的范围去扩大，它就是还是有新的招，对，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就是对于现在的状况就感到太过悲观了，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啊，它资产负债表跟它 GDP 的比例其实也并不是说真的特别高，那当然它的债务的比例是有点高，它的国债比例有点高，但是其实以美国这样的经济体，我们不认为说它会立刻就直接变成日本的衰退十年，不会，基本上是不会的。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这一连串的它的动作，就是购买债券从短时间变买到长时间的，然后可能评级高的开始往下买，评级没那么高的也可以接受，然后从像是政府的债券买到企业的债券，对，所以那他做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就是目前我们刚刚还是有讲到，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所以有没有用我们就要推荐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我们会等下会先介绍一张总表，然后再给大家四张图表，来看看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到底会不会缓解。好，那这就是我们就是联准会2020 Q1 的宽松政策的总表。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有被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直播的录像有打到，但没关系，等下我们会就是放完整的一张图，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要讲就是PDCF 就是最上面第二个 PDCF 的部分，它其实是联准会借款给金融机构，就是这些金融机构它有个短期借贷机制，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用 Tade 利差去观察，只要 Tade 利差能够收窄的话，流动性就会有好转现象。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下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它有个 CPFF， 就是去买一年期以内的企业债，就是做一个短期融资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指标可以观察，那这个指标我们大家就是会放在后面介绍。那最下面有一个被挡住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N 平方也讲过非常非常多次，就是我们所谓的信用风险利差。对，那这个信用风险利差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指标，因为你看嘛，他现在买债，就是买这些企业的债，他不管买四年或五年，他基本上都还是买在 Triple B 以上。对，那信用风险利差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用 Triple C 的去做。对，那这个可以去看到，就是更精准的流动性好转的部分。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张一张图表来介绍哦。好，那这首先就是这个 Tade 利差。那这边的话，其实蛮多的用户在这次流动性问题的发生的时候，都有建议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可能远期的汇率的跟 OIS 的价差这些的东西。那其实我们 A 平方我们也有建，那只是说我们建在我们后台，那我们有跟 Tade 去做比较，其实它的走势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因为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代表就是我的 LIBOR 拆借利率跟无风险的三月期公债殖利率的差别，那我们就把它长期的走势画出来后，其实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用 Tade 利差来观察。那你只要 Tade 利差有缓解的话，就是它能够适时的回落的话，就表示流动性问题有好转。那这个东西它因为它是每天就有报价，所以其实算是蛮同时的指标，就是大家像可能昨天你看到了美债黄金开始回落，是不是流动性有好转？回来看这个指标，好不好？它每天都会更新。对对，它每天都会更新。好，那第二个就是各品种的信用风险利差，像图中这个蓝色这一条，就是我们以前 A 平方最常用的 Triple C 等级的。那在那个三月初油价暴跌之后，它这样就直接飙升，就预示了告诉你说这边风险会有问题。刚刚有说大部分的油公司也都是 Triple C 的。对对，就是 Triple C 里面有 20% 是能源公司嘛。哦，这么高。对对，所以比例是很高的。那这边我们只是再把就是 Triple B 跟 Triple A 级的风险利差画上来，那大家可以看看说，联准会这个救市之后，这些 Triple B、Triple A 的能不能够有所好转？那有一个能好转，那整体的市场的信心是不是能够变好一点？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AA 级的商业票据利差。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上一次这样飙升的时候是08年跟2000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讲说，就是这些危机发生的长相其实都是很像的。
那这个图表啊，我们也见到了我们的前台，等一下会告诉大家这个图表在哪里。那联准会开始购买这个 CPFF 之后，能不能够让这个利差有所收窄，就是流动性能不能够有所好转，那等一下就建议大家之后要继续关注这张图表。好，那最后就是我们做个简单的 ending。 其实 N 平方就是在2015年创办人我们 Rachel 就已经写出了一个美元循环的剧本。那这个美元循环的剧本，我相信我们的用户都已经听过非常非常多次了。像刚刚有人直接就问说，所以现在是到美元第三阶段，对对对，是不是已经到衰退的阶段，就表示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如果不知道的，你可以去我们网站上去搜寻，就是去搜寻历史的巧合吧，然后搜寻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创办人完整的撰文。或是直接到我们的部落格去看。哦，对对，就部落格里面，对，好像有个 Rachel 的专区啊。对对 对, 对, 对，那到那边就可以去看。那其实这边呢、啊，我们就是认为说，新冠肺炎已经让美元变成了一个避险货币。其实这个就实实在在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其实接下来美国它在就是疫情的影响下，进入个一到两季的衰退，我们认为是蛮有可能的。它就业市场受到影响，那零售也受到影响，是有可能的。那的确进到这个衰退阶段，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恐慌，因为我们是认为说这一次肺炎是提前去戳破了，戳破，对，提前去戳破了这个泡沫。那这个戳破泡沫之后啊，它的衰退可能也不会像可能历史上的这么08年吗？其实08年也算短，但是就是可能不会到这么夸张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观察，就是说会不会有企业因为这个流动性问题倒闭？如果没有的话，那这波可能就没这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其实有强调过嘛，我们不太做就是预测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一直观察现况，然后呢决定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那如果你没看到一切破产，然后财政出来，股市也没跌；财政政策出来，哦，股市也没跌。那可能 maybe 它就是一段时间的消化，或是超级糟糕的数据出来之后，股票也再也不理它了。对，股票也再也不理它。那那时候可能 maybe 就是预示这一波衰退的时候到底了。对，没有，但对对对，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那些流动性指标啦。对，好，那我们就切到网站来告诉大家，我们刚刚那些流动性指标在哪里吧。好，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网站的这个操盘人必看里面，我们把刚刚那些所有的流动性的数据，我们都建到了最下面这边有个利差的专区。好，把利差专区点开。好，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的信用利差，可以我们先这个信用风险利差这里。好，那我们的信用风险利差就是画在这边。那你可以看到吗？目前就是全部一起上扬，所以流动性是非常紧张的。那这个也是每天公布的数据，所以你就是时时刻刻的回来关注流动性有没有好转。流动性有好转的时候，那市场的这种下跌的氛围就不会，信心就会好一点。对，这个我们在三大央行没有讲过嘛，就是任何的购债啊，去补充超额存准，要补充的就是市场信心，也就是市场流动性。好，那第二个就是 TED 的部分，那都是在这个利差专区啦。然后呢，还有刚刚那个 AA 级金融商业本票与 EFA 发利差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放在这里。好，那就是大家如果到后就是需要就是观察说，哎，流动性有紧张的话，就记得一定要回来观察这些图表。对，操盘人必看的利差专区。对。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到后就会全部都放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影音区，就是联准会跟三大央行的那个课程的最后面，当做最后的补丁。然后我们也会把我刚刚讲，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时间的关系啦，我们很多的工具没办法细细的去讲说它里面的品种啊，跟08年的差别，这些我们都会以文章的方式，就是快报跟部落格的方式，就是一起就是在近期去做推出。然后呢，在月报里面哦，也会有这一波美元循环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也是 Rachel 的撰文。那希望大家就是到后可以就是看你是加入 M Port 会员来拿到这个月报，或是在我们的影音区购买课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直播的重复播放，还有后续的讲义，好不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好像大部分都是美元啊、美债这种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提到说，其实会造成这一次提前戳破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所以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来衡量现在的疫情到底到一个什么阶段了？其实像这个疫情的部分啊，其实
就 今天 Rachel 才分享过了，就是 Rachel 说，哎，现在大家开始在猜测说，美国接下来衰退到底是几趴？嗯，是-10%、-20%、-5%还是-几%？嗯，但其实我跟 Rachel 我们就讨论过后，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嗯，因为基本上这个衰退大家都看得见，嗯，就是你已经知道说就业市场一定会受到影响，嗯，对，然后呢，这个就业市场会受到影响，那什么时候会好转？其实我们近期也有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武汉肺炎的信心。那这武汉肺炎信心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把全球确诊的人数当作一个主要的权重，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经济的指标，包括中国、美国的销售，或是一些汽车的部分，新增还有新增那个人数。对对对，新增的确诊人数，那是我们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我们把这些指标融合成了一个武汉肺炎信心的部分。那它是放在我们的就是官网的这个总经成绩单，然后呢，全球的这个部分，影响全球。那这个武汉肺炎信心指数的部分，跑一下。那你其实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海外疫情就是还是持续的。就是新增人数啦，对啊，就是还是继续，尤其美国嘛，因为美国它现在就是扩大它的筛检量，所以一定会这样暴增。但是这个暴增就是，以我们以日本、韩国或是中国这边经验，其实可能8周内也是有一段时间，对对对对，一定有一段时间会要暴增嘛。那大概8周内，就是可能会开始做一个趋缓或持平的动作。那大家也要回来观看我们这个指数，嗯。好，那就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直播的影片啊，到后会放在我们的影音区，就是联准会还有三大央行最后面。那直播的讲义的话，或是我们更细节的资讯，你要加入 AMPO 的快报，就是拿到我们的 AMPO 的快报或是月报，还有我们的影音才能够拿到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先谢谢 Ryan 刚刚很清楚的解说。那相信透过今天的直播活动啊，就是大家也有解答了一些大家的问题。那更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后续的持续关注我们。那对于三大央行近期的走势，就是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就是更加清楚了。那我们目前就是再提醒一下，三大央行的低到66折的组合包优惠只有到3月31号，也就是下礼拜二。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就是赶快提前买起来放，买起来看，对，然后就是廉价不无聊，廉价，对啊，廉价又不能出去玩，就在家学习提升自己，对。好，那就是接下来，哎，对了，哦，没关系，就我们因为其实因为就肺炎到现在，其实我们也发了就是16篇的快报，对，就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就帮我们加入 AMPO 会员，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近期5篇的快报。可以偷偷告诉大家一下，4月的月报我们正在进行中，对，对，就是 Rachel 写的引言很精彩哦，对对 对，我们已经先看过了，对，真的是很有启发，我觉得。行吗？落地了吗？我不知道，我不能讲。对，好，然后最后就是再重复一次今天。直播的活动，知道，嗯，对，就是今天直播的活动。大家记得听完我们刚刚的分享，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留言，然后公开分享到个人的动态墙上。然后，如果你还有购买三大央行课程的话，我们会在31号的时候同步抽出 MM Pro 聚会的保证名额2个人。对，所以还没有分享、还没有留言、还没有买课程的人，就是赶快，我们的直播已经告一段落，进入到尾声了。好，最后啊，就是到4月初，我们都有一个周周抽1年份 MM Pro 的活动。你只要分享我们指定的贴文，它在M 平方 Facebook 的置顶贴文，你只要分享那篇贴文，并且在上面留下你想对 M 平方说的话。然后购买三大课程的用户，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五都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赠送他 MM Pro 1整年的会期，直接是价值5000块送给你了。那这礼拜五加下礼拜五还有2次的机会，就是大家赶紧把握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这个影片还会留在粉专上，然后也会上到我们刚刚讲 MM 总经线上学院那边的直播专区。那大家以后如果就突然想到想要复习一下的话，都可以再点开来看。那
喜欢的观众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下次再见啦，拜拜。